们再来关注的是，其实川普在最近还有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如果以后他可以上任担任美国总统的话呢，他会对中国大陆的课征高达60%的关税哦。另外，我们要请建勋也带我们看，包括欧盟，我们现在提过，就是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要课征临时关税。现在除了电动车之外呢，他们锁定的还有生物燃料。好，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川普啊，川普的美国大选真的是让所有的投资人都让心情一下子上，一下子下，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哦。怎么讲？因为川普他本来就是关税人，他讲说我当选之后对中国大陆就要课60%的关税，所以中国应该也很。很挫嘛，很担心嘛，但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美国内政的事情，他也干涉不了。那一颗子弹他也干涉不了。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川普看起来就是声势比较高一点点。好，那台湾的这个一个名教授，就台大的一个政治系的名誉教授，名居正，他自己就预测说，如果川普当选，真的磕下去之后，那中国大陆 GDP 它本来是要保五，那保五之后，因为税很高嘛，对，那一磕下去之后，影响到我的什么？我的外销就被影响，影响会有多大呢？对，所以他认为 GDP 会直接砍半，直接腰斩，直接腰斩会5%，GDP 5%从会变到2.5%左右，冲击这么大，冲击很大，因为外销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你外汇要赚的手段都没了之后，当然就会被砍得很惨。那瑞银他怎么讲呢？他说，因为呢这个关税会被大幅的增加之后，那我只好用人民币去贬值来稍微降低一下。他估人民币会贬大概5%到10%，但是贬值这不会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因为贬值太多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人的通膨，会影响人的实际消费力。好，所以关税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真的是很差的一件事情。那不止这样，因为美中看起来这个关税战是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美国呢，他会拉拢盟友嘛？我跟你打不见得会有胜算，我拉我的朋友一起来跟你打，打群架比较有胜算。那群架的朋友是谁呢？一个是美国，美国旁边就是一个日本，一个是欧盟。那最近的欧盟又要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相关的领域又要出重拳，他这次出的是什么？是对生物燃料要科临时的反倾销税12.8%到36%，最高36.4%哎。好，这个生物燃料是用在哪里？用在生物的这个柴油里面。好，这等于是我一方面打击你的电动车，打击完之后我还嫌不够，我要再打击你的柴油里面的添加物。好，所以等于是欧盟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你影响到了欧盟整个的内循环，所以我要这个墙，我开始也要开始盖起来。那最近中国大陆在做的一个是什么？三中全会，那已经闭幕了。那大家很关心的是，习大说了什么？官方说了什么？我们先来看官方这一次他很难得的。承认了有两个困难，两件事情没有做好，一个是企业经营困难，另外一个是地方财政困难。好，等于我们讲说中国大陆的地方财政困难主要是因为它的房地产占它的 GDP 过高了，那现在房地产在下行，我地方财政就不好，地方财政不好我怎么办？我只能到处找钱啊。对，所以一个找钱是朝企业开刀，一个是朝人民开刀。那朝人民开刀那就是违罪，你乱吐痰要罚钱，乱停车要罚钱，它就会引起民怨，想办法找钱，想办法找钱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发现他企业经营困难，这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外资都在撤离，那其实台商大家都有在call公司，就会知道说苹果跟你说我要囊 China 的产能，那像鸿海这些合作怎么办？就知道挪产能到别的地方去。那鸿海在中国大陆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人，那这些人就面临到可能失业的情况。好，好，那再我们看习大大他说了什么？我很难得看到习大大说了这么，我蛮认同他的话。他自己也承认经济是有隐忧的嘛？对，他说了灰天鹅跟黑天鹅跟灰犀牛可能会面临到中国大陆的情况，随时可能会发生，他先预告一下。所以他自己也有意识到，你看这个黑天鹅跟灰犀牛，所以我觉得习大或者是三中全会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要给予肯定啊，就是说你终于面对这件事情，好，那要怎么做？看起来三中全会没有提到很明确怎么做，但至少他先面对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讲到企业经营困难，一个是外资一直在出走嘛，对，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它的盲目扩张。那你看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大陆上市公司有25%陷入亏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1/4都亏耶。上市公司代表什么？都是规模大的企业都亏损了，是10年前的3.5倍。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
政府不再补贴了，你必须要拿着真枪实弹跟外面竞争，你哪有那么容易竞争？所以现在四分之一陷入了亏损，也抑制了对于新产品这个继续研发的能力。好，你刚刚提到这个企业经营困难嘛，它其实影响所及就是很多人就会找不到工作。对啊，那现在很多连高学历的都找不到工作，原本应该从事白领工作的，现在都跑去做蓝领的工作。现在本来是消费降级，现在变成就业降级，白领变成蓝领，那蓝领可能就变成失业。那现在怎么说呢？这白领过去我们的讲说，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你要去找工作，你可能金饭碗。第一个是金融业嘛，可是现在金融业或一些白领面临到什么问题？降薪裁员，然后你的奖金要被追回来，这吓死人！你可能去年的奖金、前年奖金都被追回来，所以现在有些白领就跑去做了蓝领。那蓝领做了什么呢？外送员、卡车司机跟这个服务人员里面的外送员需求增长大增800%。哇，这会不会供过于求啊？所以就是说，你的外送小哥动不动掉下来，可能会是一个明星大学的一个什么电机系的学生哈。但没有办法，那就是消费降级带来的就是就业的降级哈，这是很残忍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学以致用。对，没有办法哈。那你说在白领里面呢？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叫做风感工牌。我们先讲什么叫工牌，就是说各位观众在你在上班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牌子，比如说这是 TVBS 新闻部最美主持人斐瑜，这是譬如说这一个牌子挂在那边，那大家会把这些牌子现在变成恶搞，他把它恶搞，所以它变成风感。譬如说涨工资，他就是要涨工资，有没有？此地不宜久留，刘女士。譬如说沉住气，他就是提醒自己要沉住气，不能被公司气跑，有没有？软柿子，就说啊，公司压榨我啦，我是软柿子啦，这样子吼。那比如说螺丝钉，我这边锁得很好，你不要来搞我。那个就是把他自己的名牌这样有点恶搞。对。只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是主管，你是老板，看到这样乱搞，好像也不是很好。所以这都是零零后，就是现在大概20几岁的年轻人。年轻人。对。那经济的现象的情况呢，就是真的是不好。你看。中国大陆经销商在广东那边呢，这就是倒闭了很多哈。过去5年已经倒闭了快10000家。那广东的最大这个汽车经销商永奥集团，那就80多家店就突然就不见了。那银行呢就是要去扣车。对。那消费者说，我已经其实都已经付了款了，那这本来烂尾楼变烂尾车，我车子我也拿不到，这超惨的。好，那我们刚才最后讲一个消费降级了，就是。如果你去参加旅行团，像斐瑜你常常去参加旅行团，你参加都比较高级，所以不会有购物团的情况。那这个消费降级，我又想出去玩，就参加了一些消费团。那这些消费团，这团费会比较便宜，但是他就会带有一些购物的行程。哎，对，通常这种恶劣的导游一开始都给你情勒，啊，我带你出去玩一整天啊，你也去好歹买个东西，到最后情勒不成，最后就是怎么样？就是给你破口大骂，直接翻脸吗？上花钱你是上帝啊，不花钱你是狗叉。那个叉是一个气体，自己各位观众自己去想。所以真的是消费降级，然后惹怒女导游的一个故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来看了。那么虽然在这个拜登退选效应的影响之下，股市出现了下挫的情形，不过在整个全球对于半导体需求依旧很畅旺的情形之下呢，那么相关半导体的 ETF 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做布局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来了解。